就是我们来分，就是想问一下大家看到这对那个辅导练习他们的一个特质是什么样？两性你觉得？你就知道，或许他这边有没有对你的话，有没有在听，或许我们在注意，或许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个联想，或者做一个猜想。对，然后看下一张。哦，身体语言就是可能他可能会紧张，他紧张或许有什么一些有些人紧张，他可能还咬紧他的手指来，就是我就是有比较常听到是这样啊。然后可能就比较没有安全感，像潘一龙他这样就觉得说，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实在没有带好，然后觉得说好像少了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是跟面对他一个面对又一个皱眉头的辅导的时候，他可能就觉得说，天哪，我现在练习，可是我现在做的不好，就太没有安全感，然后非常紧张，非常害怕这样。然后其实可能就要坦诚，至于坦诚应该最后一幕才那个啦，就是我觉得说可能最后一幕里面加他演，就是他其实没有非常坦诚的，就是把他自己展现出来这样，就是其实他内心他是非常邪恶的这样，就是一个双面的那个角色。我跟他说里面加。在这个过程里头，我们都是统一的培养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。它的意思呢，可以在意向有点稍微的转换哈。我们现在呢比较流行的是在哪里跌倒呢，换个地方站起来。可是换个地方站起来，很多人呢就有一个误会哦，都觉得说换个地方站起来呢，就是我决定开始我的老板哈，我现在那个生计业不适合，我现在要去走服务业。好，不一定是转换行业别才叫做站起来。好，事实上是当我们受挫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用错了自己的天赋，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些失败的经验。那这经验要化成成功的动力的时候呢，它需要一些能力的养成。好，所以在辅导主要角色里头，拜托的重点是第一个，那你可以给我第三种和第四种答案。好，我现在讲的是说答案在丢讯息的时候，所以当我们在辅导跟进行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很简单的丢了新讯息，我要讲什么事情呢？想在那个 A 学科可以讲，就是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一天呢，辅导组长呢就教了亚茹，第一次教了这一题哈，迟到早退怎么还是写不好，第二次教了，第三次他还是写不对，他问你到底要改哪里？亚茹想死了，我已经跟你讲了三遍要改哪里，你还在问我到底要改哪里？改全部，有可能你就这样跟他讲改全部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他就来申诉了，我的辅导教对我一点都不好。我回家哭了一个晚上，我都没有读书，因为我的辅导都没插进来之类的，类似这样。但是在中途，在过程中呢，是身为自己的辅导教授，然后是我们的老师。然后呢，他就第一轮申诉，时间快到了，最后一分钟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播放会带，也是跟大家讲一下这关于活动的东西。那希望大家刚刚的活动是比较是去沟通话题，其实都是一种很理想的沟通方式。接下来大家看到这个图啊，都是解决他的问题，而不是只听到他表面上讲的话。被挡住了。
是大家好像这个好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。好，那我们稍等，再把时间。